该妇女站立于人行道原石上，尚未进入行人穿越道，本登级民警的驾车行为没有构成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二项的举发要件，本分局将加强教育所属民警。那台车撞完之后，他就直接倒车，然后就直接肇事逃逸。如果没有那台车的话，我们是一定会被波及到的。对，真的是幸好车上没有人。对，他速度太快，所以他过去的时候，他应该说，不是把车子撞倒推到我家，就是撞倒就从那边冲下去。他该多少会波及到呢？而且那边还有瓦斯。已锁定涉案车辆，警方将尽速通知肇事驾驶到案说明。